喂！ 我这心里的承受能力还是真变强啊！再崩溃的事情也难不倒你妈我。不过这个小伙吸尘器售后服务做的确实不错，这几年啊，你们养坏的电线都不知道换了多少回了，服务好不说，运费还不用咱们出，搞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妈妈每天照顾我们这么辛，对，我去给她做顿饭吧。 闻着挺香的嘛，妈妈，我看一下。很好，你们俩不捣乱的时候，还挺招人喜欢的嘛。今天又是被我们表扬了。